宪兵战机队徒手击破瓦片砖头，但更强的在这里。外形圆润的鹅卵石也在战机队的强韧手刀下应声击破。看战机队员击破前酝酿集气好久好久，因为劈石头跟劈木板可是天壤之别。击破当下，那就是心要突破自己心里的障碍，对，劈下去那种感觉，毕竟是木板跟石头，我觉得木板应该比较好击破。不止击破很精彩，宪兵里面战技更强的，就一定得提到宪兵特勤队。宪特队员操演攻坚，进入被恐怖分子控制的屋内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展现 CQB 限制空间战斗技巧，将恐怖分子一一制服。宪兵特勤队主要任务为反恐、反劫持与重要人物保护，是台湾四大甲种特勤队之一，可说是人间凶器。但如果被保护的 VIP 不幸的被绑走了呢？那他们就会飞车把人给抢回来，追车他们会，攻坚他们更会，甚至遇到了爆裂物，宪兵特勤队还首度展示了防爆小组使用的爆破机器人，用水炮直接将危机解除。宪兵展现年度训练成果，除了秀战力，也秀出他们在中枢防御的关键地位。